在汐止交流道附近光龙驾训班隔壁举办，汐止爱国特服饰年终场拍，有夏日清凉的冰丝T、防晒抗 UV 外套系列，现场备有衣服、裤子、内裤、防风防泼水外套，顺凉衣通通有。男两杆内裤50元，衣服、裤子、两杆外套，最后疯狂出清大特卖69元起，两杆衣、裤子一件190美元，三件500美元，随你搭配同价位可自由组合。防晒外套全面288元，再享买一送一，等于一件只要144元耶，绝对是史上最便宜的价格。这么优惠，还不赶紧来挑选？其他还有像是冰丝衣，特价200元，当季科技空气衣390美元，三件1000美元。同友的男士朋友可以选择这款，款式花色很多，每件独立包装，赶紧将衣柜内的贴身衣物换新一下。A 先生也是买了两束之后就爱上，因为袜围的独特设计多了支撑，现在衣柜里通通换成透气垫袜了，除了可以当运动衫，也可以取代传统内衣，穿起来透气又凉爽，一件只要100元，自用送礼都很方便，288元，再想再买一送一，等于一件只要144元。有隐形拉链的设计，像是骑车时就不用担心手机会从口袋掉出来，还有透气孔可以散热吸湿又快速的凉感衣。现在款式还蛮齐全的，有素色和英文字母，也有分男女款式，可以任挑任选，也有 polo 衫系列凉感衣，真的是超值便宜的价格，这穿出门运动或是逛街都很有型耶。棉 T 系列的造型也很多变化，也很受欢迎，男女款通通都有，款式颜色真的超级多的，也是现场尺寸最齐全的一区。女儿说要帮妈妈多买几件替换，怕尺寸不合，不用担心，只要吊牌不要剪掉，不要弄脏，都可以更换尺寸哦。台湾正牌服饰凉感衣，一件竟然只要200元，特殊凉感材质，穿上后流汗也不湿黏，透气性佳，说是材质很舒服又凉快，凉感材质好舒爽。还有最新流行的超短裤系列，有不同的长度可以挑选，短裤系列的颜色也很多变化，像我平常睡觉时也喜欢穿超短裤比较凉。男女款人说早上买完觉得太好穿，下午又来买更多，说是上班穿也很适合。不同花色，像是今年很流行的印花色系，也有男士很喜欢的素色款，不管是那一款，通通同享组合价，同价位都可以搭配。机能长裤系列材质也有许多种，在户外活动时穿上透气长裤，不仅防晒，还机能冰丝衣，也是一件390元，三件1000美元的优惠价。短裤、长裤、冰丝衣都可以自由搭配，加速湿气排出，冰凉的材质全部都有抗 UV， 立即降温10度，不添加化学药剂，抗臭又愈穿愈凉，穿上就不想脱了，可以从头开始防晒，不会闷热又透气的材质，重量也很轻，随时可以放一件，拉链加高也可以防晒隔绝脏空气，长发女孩也可以从帽子拉出头发不闷热，是不是超贴心的设计了许多功能款，加宽软质帽檐，马尾洞设计，反光条安全设计都可以找得到，材质软又透气，夏天穿也不闷热。别忘了点赞，追踪最新影片。